巧克力，我来考你脑筋急转弯好不好？脑筋急转弯？你应该考我啊，看哪里答得出来。你就答得出来了吗？嘿，不比比怎么知道？比就比啊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小狗啊？哦，出题吧。太阳的太去掉一点是什么字？大。大。嗯，我先说的。亮亮，不对吗？不对。就是大大大。不是不是不是。那答案是什么？你们自己猜啊。第二题，大声说五遍：老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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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猫怕什么？猫怕老鼠。老？不对啊。错了，猫怎么可能怕老鼠？这也算脑筋急转弯吗？你坑我。怎么不算？是你反应迟钝，服不服？不服再来。来就来，怕你是小狗。你再坑我，小心我崩了你！来吧，你和猪有没有区别？有，没有。你是猪？不是。像不像猪？不像。如不如猪？不如，不如猪。你笑什么笑？我就问你，我答得快不快？我算是明白了，哪有什么脑筋急转弯？甜甜就是在套路你。甜甜，你竟然套路我们，还打我们，奔他！啊！不要奔了，蠢死了！我本来就已经够蠢了，你还坑我，想得我更蠢了。谁让你答那么快呢？你也不想一想再回答。好啦，我不坑你就是了嘛。你妈知道你是猪吗？不知道啊，我妈怎么可能知道我是猪？嗯。我真是服了你了，这个时候你还能被他骗。